我，所以刚才直播的确断掉了，为什么呢？先删除这个。所以，好，应该 OK，应该我们 on 了。看一 OK，下，看一下。啊，没关系，OK，好，我我们不断 on 再了。讲一下哈，所以对对对，Vlad，我可以讲了吗？OK，可以所以可以。Vlad，啊，你看这是他的冬天初雪的雪景，啊，那你可以看到后面它是其实是一个通道，那等一下，这等一个下，我 Vlad，OK，、没看到你的 screen share，是我，哎，okay, 有是看是，到我是荧幕滑过去了，好，可以可以可以。？OK，好，你看我这样就是你看到其。这个图片的正中央有一条路，有没有？这条路以前就是德国人，到土耳其做生意会必经之路。那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呢？因为奥匈帝国里面哈，它主要用科尔巴先生做天然的屏障，所以基本上进到这个关口之后，就是在奥匈帝国的保护里面，就是说比较不会被抢劫，不会有骚扰。那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个布拉索夫这个城，那里有一个路德会的教堂，啊，叫做。听说是马丁路德的同学来见，那他们就在那边祷告感谢，就一路上平安平安的回到这个奥匈帝国的版图这样，所以那里也有一个很特别的黑教堂，或者说它整个来看其实都是德式文化跟德式的建筑，那为什么叫特兰西瓦尼亚呢？这个。Sivania 这个字其实就是森林，那 Transylvania 其实就是穿越过森林的意思啊。那所以像美国一个宾州叫宾夕法尼州叫 Pennsylvania，就是老兵家的森林的意思那我再把这个，我跟大家再抱歉一下，因为我对这个 Google 不是很熟，所以有时候我要。转换一下这个照片会有一点慢，请大家这个跟我这个 bear with me。好，那这是吸血鬼城堡哦，那还有一个比较我要跟大家那个分享的，就是说又有一个叫做尖叫旅馆。这个也是一个吸血鬼的迪士尼动画片哈，那这个就是从这个胡内多拉这里，这个照理说应该是可以放大的，没关系，没关系。哦，你看这就是它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胡内多拉的一个城堡，也是，那可以，他是去参观，还是里面是房间可以住的吗？是酒店吗？没有那个 OK。另外一个，这个现在目前，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军事用的城堡，那它现在里面可以参观，但是不能住，没有酒店。那黑妹老师讲这个西奈是罗马尼亚这个俾斯麦的儿子过来建的第一个欧洲有空调的皇宫，在西奈亚。那这一个呢，它旁边有御林军，它现在御林军住的营房就改成这个 hotel 可以住，所以。我们到这个西奈亚这里来，这就可以，这就是一个我当然就是用外观了这个就是这个叫做那个都铎式，你看它那个有木头打叉叉那个都铎式的，那里面就是很辉煌，那旁边他又盖了一个小皇宫给他的媳妇了那这里因为是山坡，冬天是滑雪圣地，可以滑雪。然后呢，秋天呢可以赏枫，它这里有很多的游览车这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那它旁边就一个很漂亮的城，是以前的御林军就是禁卫队住的地方。那个现在是 hotel，可以去住。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自你己可以滑雪跟参观城堡，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对，那像这个。罗马尼亚因为当时奥匈帝国还没有在，所以其实罗马尼亚当家的人叫做 Stephen the Great，Stefan Cemare。那他个子小小的拿破仑，但是明朝时代15世纪的时候，他打了
跟奥特曼土耳其帝国打了39次，只输一次。那他很特别，他每打一次胜仗、哦、他就捐建一座教堂，所以他盖了好几十座。那他们那时候、哦、这个我有些照片不能够放大，但是这些应该是可以，没关系没关系。那这一些他盖教堂是有赎罪的心理吗？是这样吗？就是还愿呐、啊，还愿。所以你看，这个文化始终来自于人性嘛。啊，你说那些、嗯、德国的商人去买了地毯之后回去，为什么要去教堂做一个感恩的礼拜，然后把他们带的贵重的波斯地毯送几个留给教会？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点还愿呐、啊，就是说你一切祝福我，我把所得的昌盛。奉献。为什么觉得这几个修道院感觉跟那个藏民的那个寺庙的感觉颜色有点接近？对， 你听我说哈，这个就是说，他这里我要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几个图片呢？因为我刚才特地找了几个可以放大的，结果现在都不能放大。好，没关系，这个哈叫做 Voronezh 蓝，你去查，这个蓝哈的颜料到目前为止还做不出来。你看它这样在外观哈、哦，餐风露宿几百年，它不褪色、哦。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这做到一个其中一个颜色不褪色，你大概就发大财。那它这当时中某种矿物还是海洋生物吗？这就不知道。所以你说海洋生物对不对？为什么皇帝要用黄色？因为黄色是地中海的螺里面那个黄色的颜料，很贵。好、哦，那为什么罗马天主教他们用紫色？因为那种螺哈、哦、产里面的紫色的。的一个壳跟黄色的、哦、黄色的磨下来就卖到中国去给皇家用，紫色就拿到罗马主教去给他们的红衣主教、枢机主教做他们的外袍，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是一个很贵的颜料。那这个叫做 Voronezh 蓝，这个已经是你看明朝15世纪到现在几百年，在刮风日晒、那个霜冻、冰结，到最后还是这个样子不褪色。那它这个是宗教释怀，有时候是大审判呐、啊，有时候是。升天，因为早期中古世纪的欧洲很多的艺术，它是跟所谓的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哎，那所以就是很多的事情，它都是当时带有宗教的意义，或者是说指标性的留了下来。好，那这个我们刚才过了西班牙布兰，那我们再看这个三角洲，三角洲哈、哦、很大。那他这里啊、哦，你看到的，你看这个叫什么落羽松啊？这不是，这是树长在水里。然后呢，它还有离岛，你要坐船去。好、哦，那你看这个这些啊、哦，你看这个就是跟我们台南那个赤草那边那种湿地，然后坐船去有类似那种湿地。我们的湿地哈、哦，像台中有个高美湿地嘛，这是一块对不对？它这里不是，它是几个县的范围都是。水稻纵横，然后鸟类很多、哦、然后这个你看这个火鹤有没有、哦、然后这个那你其实怎么讲，我觉得罗马尼亚多瑙河这一块就是你如果要赏鸟或者是你喜欢农家乐，你如果要走时尚都会的，大概这里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条件、哦、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要多瑙河出海口，对，多瑙河、哦、上面叫做 Odessa， 我们国中的时候，我国中的时候啦、哦啊、你看他们这里也有这个、啊、这个都没有办法放，但是睡莲、啊、莲花一大堆很漂亮、啊、那、哦、我应该、啊、你看这个就是说他们一般的人经营民宿，你看到、啊、他这个屋顶黑黑的、啊、好像跟我们一般屋顶，他完全是芦苇下去搭的，搭得很厚，可以防水，然后又不热。那像这种三颗星包吃包住，然后有多瑙河的小游艇，这个行程就很多了，就是这个屋顶让我想到那个白川村，但是我不确定白川那边他们是用什么草去做屋顶的，也就很厚的，嗯，然后好，就是他们那屋顶会换的嘛，屋顶可以换的。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芦苇最便宜，所以就用芦苇盖。好，那这一张我本来以为可以放大，结果好像我们现在直播，所以不能放大。这个是野马。是，那这个欧洲唯一还没有被人类驯服的马，只在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三角洲有。哇，就是这是野生的马。那你看，我以前都笑说有些马长得像乳牛，后来其实是我错了，因为那种牛叫做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五花马，因为它长得像乳牛嘛，所以你看右边这一个有斑点的这个就叫五花马。那它因为野马它们的体型很小，所以比较像蒙古马，这个小小的这样。那我讲说文化始终来自于人性嘛，这个罗马尼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大概2000多年，所以他们呢有一些文化活动啊跟我们很像。那我讲说 Transylvania 这个 trans 其实就是穿的意穿越的意思，所以我们英文里面一个叫 transportation， 就是这个字的字根啊。那你看这是环山公路，不是，这叫穿山公路，穿过科尔巴千山。那这个比宜兰的九弯十八拐还要夸张，就我曾经开厢型车去，开到我自己一个人，这个是卡不会欺负点，很怕摔下去。就是它夏天的时候通，可以到罗马尼亚最高峰的安部，叫莫多维亚诺，那它是2549公尺高。罗马尼亚的山哈、哦、缓而不阻，险而富有矿场，所以车子可以开上去。哎，那就如果夏天去开哈、哦，这个是号称啦、啊，目前网络上号称全世界最美的公路了、啊。那科尔巴千山有很多的地形啊，这个照片就有点太小张啊，这个就是它也有这个石头的地形，啊，奇石，然后再来就是说，啊，像这个风化石就有点像我们野柳啊那边的什么地质公园啊，这它也有。那像它也有这个广大的草原地带啊，那这个你看到，所以罗马尼亚是放牧的，他们的羊啦 啊吃草啦、啊，这个草吃不完。那我脸书的这个、啊、我看照片比较好，我还是用脸书的给大家看一下，虽然脸书的不是照着我的 topic， 我刚稍微把它固定了一下，结果现在要跑掉。我看一下啊，这就是我的脸书，给大家看没有关系。所以像这些地方你都去旅游了吗？对，因为我以前、啊、负责我们单位的业务，所以罗马尼亚的每一个，罗马尼亚在254个小城，城就是大概有8000人以上，我大概总共去了7次、嗯、就是每一个地方我大概都去了7次这样。哇，那有2、3个我没有去过，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年把罗马尼亚划成5个区，然后呢这个每年跑一次。那有一年刚好我都是雪季完才跑嘛，那有一次我们那个配合的厂商跟我说，哎，你今天怎么还没有来？我说我通常是下完雪才跑了，那因为今年雪还没有下，所以说一直没有跑的。那罗马尼亚是很有很丰沫很有，就这个叫 Sighișoara， 这是他出生地，就是所谓的吸血鬼 Vlad Tepeș 的出生地啊。这个就是这个城、啊、大概也有400年到500年，而且还作为公寓在使用，这就是奥匈帝国德国的工艺啊，非常的朴实无华，坚固耐用，风吹雨打数百年屹立不摇、啊、那这个就是 Brașov， 这也是德国在这里德国的匠人按照这个科尔巴千山盖了7个住房城。那他们很喜欢把这个城堡跟盖在山上，因为其实城、啊、平常人住在外面，然后打仗的时候都躲到城里面去、啊、那这个就是 Brașov。好、哦，那山上你看，所以这个城是盖在城堡是盖在山上的，就会易守难攻。哦、那你看我说的那个山谷里面的路哈、哦，你走到这沿着山谷这样走，哎，这是多瑙河啊、哦，多瑙河其实不是蓝色的。那这个刚看过了，这个是吸血鬼城堡。好、哦，那这个是我说的那个穿山公路 Transfăgăraș 啊、哦，这个不止九弯十八拐了，我。啊、那这个就是他们乡间盖着一个小屋，然后可能有一块地 啊去种啊。这里老师问多瑙河是什么颜色，是我们从小听的蓝色多瑙河吗？蓝色多瑙河其实看段啊这样子，那蓝色在这里是不是代表忧郁我也不知道，但是蓝色多瑙河、啊、是这样，到布达佩斯它可以走1000人以上的游轮，那布达佩斯以下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这一块，大概只能坐那个150人、160人。我遇过台湾的老师们，不是华语的老师，就是一些老师，他们组团去从罗马尼亚
然后呢，坐船到黑海去，然后从黑海再从保加利亚一路溯多瑙河而上，然后终点就在布达佩斯。好，那这是路德式的教堂。你看左边，左前方这里一个蓝绿色的布，那个是以前没有麦克风的时候讲员要站的地方。那他们在讲道的时候呢，如何训练你的肺活量？就蛋糕的地方有个，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他可能从哪边楼梯上去是吗？有有有，那个大柱子后面有一个楼梯，大柱子后面有一个楼梯。那他们说要训练讲员，就是要放三根蜡烛在他前面，然后呢要让他讲阿门，然后可以把蜡烛吹熄，他就可以在那个没有电力、没有扩音器的时代做讲员。那这个是哈，我要介绍这叫瓮城，这是布拉修夫旁边一个从来没有被攻克的城，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300多个房间，只要一打仗，你们一家就来住一个房间，然后呢，这个盖成一个口字形的瓮城，这在布拉修夫这个旅游杂志上就很少提所到。以它跟福建那个客家碉土楼、土楼啊，土楼，楼异曲同工的意思吗？感土觉楼是是。平常就有住人呐、啊，土楼是平常就有住人。啊，对对对，平常那是。这个是打仗的时候才来住，平常大家还是在城其实外。土楼它平常就有住人，就是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是备战的那种感觉，因为客家人一直没有哎，归属。对对对，会有土匪了，会有土匪，但是他们这个基本上是庄园政治，所以其实中国时代的欧洲你如果没有钱了怎么办？就是组织去抢一次劫，去抢隔壁的村庄。那其实哦，早对，期东北是也是强这样。盗土对匪。对对对，强盗土匪，所以他们这个早期中国有将近1000年的时间都是庄园嘛，就是有一个军事防卫中心，其他的人在外面耕地，然后遇到急事就往这个战斗的城堡，或者是说一般来说乡下地方的教堂，其实就是暂时的城堡。哎，所以你会看见有些人他们一打仗，小地方都躲到教堂里面去。那这个是更小的 chapel 了。那罗马尼亚的践行其实也很漂亮，他们甚至最近也在大力推广践行的步道。那这个就是，那每一个城堡里面都会留一个书，以前的人没读书啦，所以不会去翻书柜，书柜后面都会留个密道，你可以密道就从这里可以走出来。所以你去看每一个城堡都有一个书柜后面的逃生密道。那如果去吸血鬼城堡，你鬼就可都在以。书柜后面。对，因为以前的人大概好男不当兵，所以不会去翻书。好，我们现在呢，先停一下，让苏菲。好，OK，好，那等谢一谢。下我们要听你的小故事，所以那个 Tim，你等一下准备一些，等一下我们互相交流的时候可以讲讲，因为好，我我们看现看。在对于罗马尼亚就是比较有具象的认识，然后还蛮吸引人，想要去看。城堡，哎，冬天去看城堡，然后去滑雪这样子。因为我本来想冬天去新疆滑雪，对，然后要了不解。是就去不了了吗？然后对，看明年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哪滑雪。对，anyway，看起来罗马尼亚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可以顺便去逛。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个城堡，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城堡酒店那个动画，迪士尼，哎，是迪士尼还是哪个？拍了2、3部嘛。那个是另外一个，你要找那个 Palace 才是西奈亚那边才有办法住。你那个 Hunedoara 那个其实比较人家少知道，那里其实在离布加勒比较远。如果你从国外来的话，坐飞机大概不太容好，易飞到那到里。时候我们细节有机会，哇哦，这也是很漂亮。来，我们对，先把那个 screen share 给苏菲，然好，后，没有了，OK，照片看这完也了。是密道吗？是下面那也是密道吗？没有，这个是民宿了，这个是民宿，它这里因的为民它宿整个有一个很密，便宜，很便宜，哎，很便宜，这件是你自己拍的吗？还是没有，是？人家寄给我的，我网上找的啦，我网上找的，哎，网 OK，上找来，苏菲，我们先听一下波兰的那个背负曾经在地图上消失100多年，对吗？可以看得到我的 share 吗？还可以没，看现到在我要的。先等 Team 关掉。我来把它关掉啊！我来把它关掉。对，你要先关掉我才能。我先关掉，我先关掉，我把它关掉。对不起啊，因为我这个实在是不太熟。没关系，我们都是在在等你。各种的。
怎么把它放到最大呢？把这个 monitor 放到最大。你就在那个 share screen 再按一次，它就关了。对，但我现在把刚把那个荧幕缩小，我现在看不到那个 share screen 的 button。哦，它有一个那个我其实应该叫，我关掉你的，我关掉你的，应该啊，你是。帮我关吗？黑妹老师可以帮我关吗关掉了吗？？OK，好，感谢感谢。你关得掉吗？应该可以啊。我没有办法进去。等一下啊、哦。要 viewing，我跟你说，在那个哦，先有，放我的，然后我再关掉我的。等一下，现在是关，对，等一下，现在是，You are viewing现在 headshot。是我的，对，等一下，哎，等一下，我关掉，我关掉，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把 share 关掉，screen 的，OK 了，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好，我现在 share 一下我的 screen 好吗？等我一 OK。下，可以看得到吗？可以，好，那刚才那个 team 有说，克尔巴阡山嘛，对不对？他是从你，罗马尼亚，然后他也到了波兰，在南部，对，所以这条山脉很长哦。然后波兰的地形呢，就是北部是比较，就是北部是平坦的，然后南部就是高山，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夏天的时候，现在快要7、8月，我们因为这是疫情，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去哪里。一般我们从5月开始就会开始出去玩，那要不然就是去南部爬山，要不然就是去再温暖一点，就是去北部度假。那波兰人他们度假，我们大概都是一定是度2个星期的假。那我第一次去度假的时候，我先生说要去海边，那我说哈，去海边好啊，那去3、4天就好了。结果我先生就说怎么可能去3、4天？然后我跟我妈说，我妈说去3、4天就好了。就我先生说一定要去2个星期，所以我们每年的暑假都这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当然后来久一久之，我们就习惯了。然后我们会租，会在北部的会租一些民宿。那当然你就是越在深入，你就会越，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share 就是租一个房间。那这个房间费用大概就是1000多块台币。一个人就是大概200、300，就算人数的。后来你越没玩有。就知道说，哎，你应该要租一个 house，就是一个 apartment。所以我们就是越来越，就是越住越久，就知道越怎么玩这样子。对，那你会去采蘑菇是什么季节？应该也是春夏之交我们吧？那时候去采蘑菇是刚好是8月，那时候是好几年前8月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叫做他们好像叫做一个Agusta。就是农业，他们政府、地方政府、北部的地方政府这边，他们有在说，哎，一个小农村，然后有促进他们的观光业，就像台湾做的，那我们农就业在观光是。对，然后我们就租了一个在河边租了一个小小的小木屋，然后刚好旁边就是我那年很幸运，那年就是那个黄金菇很多，我先生很不喜欢，因为他不认识，所以我觉得波兰人他对不认识的人都不认识的东西都不会去尝试。那我就会，我就说那我去，然后就我去以后，哎，我就叫我先生跟我去，他还是被我拖着去，然后就后来就踩到1公斤，那个1公斤大概市价大概是200、300多块，算是蛮好的。我一踩回来，我们那个营地的其他人就说要跟我去，当然后来他们就采不到这样子，就那个还蛮好玩的，对。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波兰的那个行政区域。那行政区域呢，波兰的行政区域有划分成16个省。那一般的人呢，通常会就是我就是讲，我跟那个 team 不一样，我就讲今天讲城市哦，我们今天讲的。比较大的省，大概一般游客会来玩的都是因为你知道有语言的隔阂，所以一般旅客会来玩的都是在大城市间这样玩，然后有格但斯克、托伦、华沙跟克拉科夫，还有弗洛兹瓦夫。那这几个省份，华沙是首都嘛？那华沙是首都的话，那托伦呢？托伦就是哥白尼，大家知道哥白尼吗？就是以知地道。球是圆心，它的出生地。那格但斯克呢？格但斯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那个起点的那个城市。那这还有弗洛兹瓦夫是在比较西南，说这3个地方其实就是有他们的建筑物呢，就是有比较受到日耳曼民族的影响，因为以前就是德国人住在，就是讲德语的人住在那，后来就是因为历史的变迁。
然后就变成波兰的，那就是之前就是波兰跟日耳曼打仗，然后后来这一段时间，比如说格但斯克五百年都是德国的，德国的日讲德语的，后来就变波兰人。那即使是那个，即使是那个，哥鲁那个，哎，那个托，哎，我哥白尼，哥白尼，他其实家里也是讲德语的，可是他是波兰人，然后所以就是这样换来换去。那最比较斯拉夫风格的就是应该就是华沙跟克拉科夫。好，那现在我就先介绍一下华沙好了。如果说大家有要来华沙玩的话，我可以觉得两三天应该是，因为大家其实旅游书，其实旅游书说，哎，如果你要来玩的话，就是要去就是你天数很少的话，你克拉科夫一定要去，那其他的城市你就可以省略。那其实是真的啊，可是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在华沙待个两三天也不错。然后华沙的话，华沙的话很惭愧，我们只有两条地铁，非常的短哦。然后最近好像有新的地铁站已经有了，然后最多的我们就是电车比较多。然后这是华沙的地区，然后我是住在华沙以外，算是像是大，就是华沙的大都会区。我们这边很多很多的，因为我们这边房价是比较便宜的，大概比华沙便宜了三分之一吧。然后所以说我们这边很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那如果说以教中文这个来讲的话，你真的是像我的客人群，其实我的客人群就是小孩子。那今天我如果是住在华沙市中心的话，其实我的客人群就是应该成人也会很多啊，或者是大学生。那我住在这一区的话，因为都是住宅区嘛，就是年轻夫妇，所以我的客人群都是小孩。那我就带到中文教中文这一块。那我觉得教小孩子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教的学生都教很久。那大人的话，他有一个教大人的话，他比较会，比如说可能学个两三年他就不学了。那我教的学生的人，因为你是爸妈，你要投资孩子嘛，所以你一定会头都洗下去，你就不可能说哎，我就今天不学了。所以大家都是看长久的。那我教最久的孩子从七岁开始教，现在已经十五岁，那是我第一个孩子，我们现在还在上课。那华沙呢，华沙的话，华沙这是二十世纪上的时候，就是遭纳粹德军报复性的把它摧毁。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呢，快结束的时候，那就可能就是德国已经知道说他们要打，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要打败仗了。于是波兰人那时候就想说，哎，那我们就起来去抵抗。因为那时候俄军，你知道俄国嘛，苏联俄国那边他们也进入华沙，他说，哎，与其让那个俄军捡便宜，那我们就自己起来先抵抗德军，自己把我们自己的华沙收复。那打了60，如果说你到华沙的话，一定会看到这个符号。因为就在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之前，于是地方驻守的华沙的一些地方军啊就开始反抗。那反抗没想到就是说，哎，德军还是蛮厉害的。结果后来他反抗63天，那个城里的人大部分都死掉了。然后俄军呢，他就是隔岸观火。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河嘛，然后俄军就坐在那边看到波兰人跟德军厮杀，他也没有派兵来救助这些波兰人，所以就会看到这些纪念碑，还有这个就会看到这个符号，意思就是说就是华沙起义博物馆这样子。然后那我现在讲的是旧城哦，这是旧城广场，这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那这个旧城广场你可以看到，这个有没有看到都被摧毁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旧城广场，所以说后来的人就根据，这是现在的旧城广场，这是皇宫哦。这个皇宫呢，它里面如果说你进来华沙，你进去皇宫，它有一间房间呢，它放了一些，因为中世纪的十几世纪的时候，波兰的那个皇室非常喜欢用意大利的画家，因为有意大利皇后嘛，所以就是中文化复兴。然后那有一个画室呢，放了一个人的作品，一个意大利画家作品。于是呢，在战后呢，波兰人就依照这个以前的画家
就把旧城给重建起来了。那所以说当然说有后来这个教堂就是改建嘛，然后这个大概两年就建好了。然后大家我记得有听到是说大家说，哎，他们那时候爷爷奶奶什么下班以后啊，就是去帮助去把那个华沙的那个些砖瓦、啊、把它搬走啊，然后就慢慢的建起来。然后这个是花了30年，那30年建成的这样子。那其实在还没有结束之前，还没有这个二次世界大就是华沙起义，就是德国还没有去轰炸之前呢，德国其实就有打算把这个皇家城堡给摧毁。但是后来发现说，哎，里面其实埋了很多炸弹，因为他就是想要去把这个华沙变成一个德国式的一个城市而已。好，那好，这样继续往下看哦。然后这是华沙的就是把因为我之前波兰发展都是在南方，然后之后有一个国王，他是瑞典混血儿，瑞典跟波兰的混血儿，然后就是因为他呢，然后就把这个首都搬到华沙来。然后如果说你在华沙的旧城，你可以看到他就站在这里。然后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就被摧毁，然后那时候这边有一个剑，对不对？你们看到有一把刀是吗？一把刀。然后大家就有对一个船员就说，哎，你这个刀如果说刀没有往下的话，就代表说波兰还有希望。就他这个雕像一倒的时候，这个刀是往上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很有希望这样子。蛮有宗教情怀的。所以他是非常虔诚。去找这种。对，然后我还有15分钟哦，继续往前。好，这个是华沙的石徽哦，这是华沙石徽，就是皇冠嘛，因为我们有国王，然后还有个美人鱼。那美人鱼的传说呢，请大家自己去 Google 一下哦，因为时间不太够。好，这也是到处都有美人鱼的。那前一个没事啊，前一个好多个美人鱼的雕像还是什么符号或者是什么标。美人鱼不是丹麦的童话故事吗？都有啊，都有，因为这是有个传说，这是姐妹，就姐妹从地中海分到地中海出现，然后一个就是到格但斯克，然后从格但斯的北部，然后到华沙就是决定定居，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去丹麦，就是姐妹。好，那我现在讲的是波兰的犹太博物馆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呢，华沙是住了130万个居民。那其中呢37万就是37万是犹太人，37万犹太人是蛮高，好像就是5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是犹太人。然后呢，然后德军呢，德军他就是有计划性的灭绝那个犹太人嘛，然后所以他就盖了，我看看我在哪里有看到，对不起，我看看刚才有早上的时候他就在我没有存到，他就是在华沙盖了一个华沙在盖了一个就是华沙一个地区对不起我看一下哦。对，有一位老师说中国的唐传奇里面有美人鱼的故事，我们但我不确定。对 OK 好，我 Google 一下，好不好意思哦。 OK 那个这个 Ghetto 等我一下哦。唐传奇里面有那个奈冬，还有那个植物的那个精怪变成女生出来的那个故事。鲛人算不算是呀？哦，鲛人就是，哎，你说鲛人那个就是。OK， 好，我看一下，那华沙有经过德军，他们有盖了一个叫做犹太集中区。然后这个犹太集中区呢，它就是长这样，是在华沙，这是华沙的市中心，在这边市中心。然后在这一块，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波兰犹太人博物馆，所以这是你要分享你的、那个、这是还是集中营？这是集中营吗？还是这是一个现在不存在的一个地区哦，不存在的地区，现在都是我是想说，哎，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然后呢，因为我去年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然后哎，今年我去年后来参加那个导游课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从这边走走走走走走到这边。那我要今天我 screen share 的是
波兰犹太博物馆，还是你现在要给我们看一下 你找到了什么东西要给我们看？哦，我现在要找到的是波兰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的波兰德军在波兰在华沙这个区划了一个界限，一个小城市，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这里面关了40万个这里面隔离了40万位的那个犹太人，40万。你需要切屏幕过去吗？你需要切屏幕？哎，你看得到吗？你看得到吗？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现在我们是在你的 PPT 上面。哦，所以你看不到。OK， 好，我现在把它拉到这里来。你现在看到了吗？你得这样看到了。OK， 好，对不起哦，好，这个现在看到了，好，这个就是这个是在华沙的市中心嘛，就是火车站，然后这一区呢，这一区总共有 3.4 平方公里，那台北万华区的话是 8.852 公里，所以这个比台北的万华区小了1/2，大约1/2左右，然后这一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住了40万个人，然后台北40万个人，然后呢40万个犹太人哦，而且是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荷兰的犹太人也过来，然后就是慢慢的抓在这边。为什么集中在这边？因为这些人之后会被分发，比如说送去那个灭绝营啊，或者是送去 labor camp 啊，然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然后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后来当然是犹太人有起义嘛，就是有些就起义，当起义的时候就死了20万个人。那我现在讲万华区是台北万华区现在是18万个人住哦，那它是1/2，所以非常悲惨。那后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呢，德军就要毁灭这个有这个区的，就是要毁灭证据，于是这个就全部都被轰炸，就你现在看不到了。那你现在看得到，然后你看到紫色的时候，他们当时就建了一个墙，一个墙哦，建了一个围墙把它围起来，建了一个围墙，所以犹太人就在这边生活，就等死这样。这是在华沙，这是在华沙吗？华沙，对，这是在华沙。Okay. 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叫什么威斯康星集中营，那个是在哪里？哦，威斯康星集中营在那个克拉克夫。那我们现在我替其他的老师跟未来的游客问一下，如果我们参加那个Sophie 深度游波兰的团，你会带我们去看那个威斯康星那个集中？一定会，这个是大家一定会去的哈。然后我在讲说，前阵子就是有那个叫伊莲娜这个波兰护士哦的故事哦。这个波兰的护士呢，他在那个他住在华沙，他是一个护士，他爸爸是医生，他在那个非常的时期的时候，他救了2500位的犹太小孩，就是用一些名义啊，然后后来他就被发现，就被打断腿，然后他2005年去世这样子，所以他还活过这个很残忍。那他有收到以色列送给他的那个国际艺人，他是国际艺人，对。然后所以说大家如果真的要了解犹太人的历史，那波兰也是犹太人一定会去的地方，就是一生一定要去波兰一次，就是要去看一些他们以前祖先住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去犹太博物馆看哦。那接下来我们德军就是把波兰当成一个监狱的意思吗？就是把一堆那个犹太人都送到波兰来关着。是的，那其实在德国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集中营，每个地方都有，那应该是波兰最大吧，我觉得。对，波兰不只是那个南部的那个集中营，还有其他一些小地方，可是这个是最恶名昭彰的。对，然后接下来我就是要，这是华沙市中心的那个一个地标嘛，这是二次大战以后波兰是一个共产国家，就是我们是苏联最好的斯大林式的建筑。斯大林的，听说这个有三栋，其实都长得一模一样。我们罗马尼亚也有一栋啊，那个是以前的媒体，现在都放在那里，叫做那个二式的斯大林式建筑，盖得很大，很宏伟。但是像我只有在外面走过，因为你知道住在我其实也不是住在华沙，然后也不会特地去买一些什么票进去。然后这个是就是华沙的一些街景。然后华沙的话，你知道肖邦嘛？大家来看的话，一定是去这个教堂。你看，等一下，你这黑色的这个地方有没有有一个盖子？这个就是以前讲员讲到的地方，有没有？哦、对。对，这就是讲员讲到的地方。哎，你看，所以其实还是有共通性嘛，还是有共。虽然他们是天主教的这个，因为以前没有扩音器的时候，就是
只能靠这个肉身大声的呼喊。对，那我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去上那个导游课嘛，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去很多教堂，我们那个哇，我就是华沙谷旧城怎么这么多教堂，我们大概花了两三天去看各个教堂，我发现那个天主教的神父真的是很凶，你要跟我们在讲的时候他就会嘘，然后反而是比如说其他福音教会的神父呢还是牧师，他们就比较和蔼，他就会介绍什么。那像这个我后来知道说，其实这些教堂其实都有拿政府的钱去维护，所以他们是可以看让观光客去看。那这个大家来就是找肖，尤其是日本人最喜欢来肖邦，就是来这边朝圣这样子。所以那个蓝色的箭头指着一个脑袋，还是你哦，对不起，就是这个地方，他就埋在这里，哦，肖邦的心脏。Okay. 好， okay. 那其实这个地方还有埋一个诺贝尔居里夫人吗？居里夫人吗？是诺贝尔一个文学家的心脏，可是大家都比较没有那么有没有关注到。对，波兰的一个文学家。对，我再讲一下那个居里夫人，我们要换给怡英再先讲。好，那不好意思，我们就只讲到华沙，那我们就这是居里夫人哦。那大家也就是她也居里夫人嘛，哦，居里夫人有空可以去看一下传记，她是一个蛮伟大、蛮波兰的人，蛮那个，她的先生是法国人，然后这是也是在旧城旁边有在旧城旁边就是她的故居这样子。那我们就换怡英好了哦。还有，对不起，我再讲一下把华沙讲完好了。那只要跟那个华沙的话，如果大家来玩，也会去叫做瓦金基公园。那瓦金基公园呢，它有一个中国式的，这是中国大使馆赞助的一个街道。然后这边也叫肖邦公园，因为它这边有个肖邦的雕像。那这是。华沙有 很多公园，这是大家很喜欢去的地方。那另外一个也可以去，附近也可以去那个凡尔赛宫、凡尔赛就是我们有维拉努夫宫啊，这个是台湾代表处赞助的，里面有台湾代表处有赞助一个，就是里面有中文导览，然后是朋友做的，然后所以就是这样子。好吗？那我就换怡英了。不好意思，今天就接到华沙。问说波兰人喜欢听古典乐吗？所以哦，非常喜欢。在音乐，我觉得就我先生来讲，我先生算是共产时代那时候的人，他非常的喜欢，他没事就是听音乐，然后这边学音乐的风气也蛮盛的。对，那音乐不是像台湾这么贵，像我们家孩子学音乐，一对一的钢琴老师，我们大概就是付个500块台币，就是45分钟或60。然后这边也有公立学校，你可以去参加那个，就是如果说你被录取的话，你就是可以上那个公立学校的音乐，就是额外的这样子。然后问一下那个有那个严老师问说，女孩子一个人去罗马尼亚旅游安全吗？相对的来说安全，因为他们这里很绅士啊，不会因为小偷扒手都到西欧去了嘛。那个他们这里的文化就是说，女生来讲，你可能会有很多人来跟你搭讪，但是他们这里是很绅士，因为对女孩子不会死缠烂打，或者说不会。你知道没有？像我们会听到，如果去。土耳其啊，没有，不会，我们这里不会有那个 taken 的情节，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这里很绅士，很尊重女性。拉丁人就是说，我讲的白话一点，就是他们用问的就可以了，不需要使用暴力的手段。因为会有一些地方是有扒手啊，或者是有一些扒手现在很少，因为这个扒手都到西欧去了。那我问一下一个问题，是就是站在游客的观点。能结伴比较好了。之前去罗马尼亚的时候，台湾的签证好像是会被刁难。那现在不会。现在2017年之后是免签证。那其实这个我有参与，但因为我在背包客上，我也特地去看。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留学生要来，结果他说，进海关的时候呢，英国的 Wizz Air 这边的说他们跟罗马尼亚联络过，好像没有，这个所谓的。
没有签证不能进来。但是我跟他讲说你要去哈欧盟，还有这个我们的外交部 download 欧盟的决议文，英文的也好，罗马尼亚的也好，因为关这两个口，他没有查，他跟你说他查了。所以后来有一个小朋友进来，他说我就进窗口的时候就把这个欧盟的决议文，台湾免签证这件事情给他看，然后那个年轻的官员就跟他说：“你拿这个给我干嘛？”我说：“啊，给你看我免签证，我们早就知道了，你干嘛跟我讲？”我也带过我的台湾的朋友，开车去那个 Zakopan， 就是波兰南部的那个南部，我就开车经过匈牙利、斯洛伐克，然后呢进去波兰。那我的那个朋友他是拿台湾的护照，所以他们现在懂了，他会给你一张纸叫你填那个入境这样子，所以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如果你想要，因为东欧毕竟资讯上比较落后，也不是所有的基层从业员警都懂这一些，所以你可以去 download 一个那个我们的那个外交部网站有那个这个文，你可以 download 下来拿在手上，就不会有问题。那我们就让怡莹来讲一下。因为我是我应该是算第三个讲，所以有一点说把两位的一起结合上来讲，然后也把一些问题我看到说问说多脑是什么颜色，好，那一起回答这样子。好，那我现在就把我的荧幕分享过来。 OK， 好，那我看一下现在可以看得到我的荧幕吗？你正在打开。我正在打开。好，希望看到了。看到了吗？看到了。哦，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我脸书上的，那这个是我在多瑙河上面冬天的时候直接拍下来的，这是冬天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要看季节吧。嗯，这个时候，你说多瑙河是蓝色，也通嘛，对不对？嗯，看起来是蓝色，然后上面的浮冰，那是非常大块，然后它的撞击，也就是蛮震撼的一个景象。那平常也许是冬天吧，看起来是蓝色。那平常的时候我觉得看起来就是灰灰的脏脏的，所以这个小就是蓝色多瑙河创作的当时是不是在想说是不是当时是蓝色，然后现在的，所以要看季节还有看时间。对，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苏菲老师有讲到那个犹太人就是有一个旧城区，那这个我觉得在欧洲有很多犹太人这个来意的啊，现在的，所以要看季节还有看时间。哎，怎么会有回音？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等一下，怎么一直苏菲老师有讲到那个犹太人就是。你得把你的 Facebook 关掉。对，对，因为一直听到我的回音。好，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在欧洲，吉普赛人跟犹太人就是很有趣的一个观察，就是说，吉普赛人他们到处在匈牙利到处都是，所以如果说你在匈牙利。有些区域的话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吉普赛人他们会想要就是乞讨什么的。那这个情况在欧洲很多地方也常常见到，所以说你去旅游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要小心吉普赛人。那犹太人的话在匈牙利这边呢，他们我记得就是之前有一个得到那个奥斯卡奖的一个 Laszlo， 他有一部电影叫索尔之子，然后他也是描述那个犹太人的那一段历史。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多瑙河，我听多瑙河吉普赛人他们现在
好像也有证明，就是要roaming， 好像叫了另外一个名字 roaming。 对，他们就是说好像直接讲他们是吉普赛人好像是比较不礼貌的，然后是 Roman 只是说他罗尔曼人吗？中文好像是对，所以歧视性的有点像我们讲说黑鬼，这个是叫做旗杆，这个俄文哈，跟东欧这边的印欧语系大概都是东欧这边的罗姆人，他们自称为罗姆人呐、啊，罗姆，对。那我跟他们的王见过面了、啊，吃过饭。哇，那现在就是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到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多瑙河，那多瑙河这一条河呢？大家有看得到我的萤幕吗？看到。多瑙河它这一条河是从那个德国南部的黑森林，然后一直往东一直走到过奥地利，然后匈牙利这边是直接从中间切过来，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就是它其实这里是北边，那我们家是住在这里，然后多瑙河沿着布达佩斯。这一段是最精华的地段，在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它被列为世界遗产，上面一共有九座桥，那其实玩布达佩斯其实不难、就是它沿着这一段呢，就是二号电车，那从这个你说是起点也是终点是，就是这里有一个玛格丽特桥，然后它沿着那个电车你这样子游过来的时候，第一个就会看到国会大厦，然后再往这边一直走过来的时候，就是有看到犹太人的鞋子，那就可以跟苏菲老师他们刚刚讲的那段二战犹太人的悲伤的历史那一段可以串联在一起，然后再继续往南走就会看到这个是最有名的链子桥，那链子桥它建的时候是建在那个匈牙利1848年的时候有一个独立革命，他们要摆脱那个哈布斯王朝，那曾经有一度短暂的成功，最后是失败收场，那他们是在那个时候，但是在那个独立革命之后的那一年建的，但是很可惜二战之后也是被德军摧毁，然后二战之后又重新把它建立起来，那这个河的左岸跟这边呢就是佩斯，然后你经过那个链子桥这边就是布达区，布达是山区嘛，佩斯好像是，对，布达是山丘吧，也不是说很高的山，对，山丘丘陵地，对，等我一下，好像那个电快没了。我比较好奇他写着天体营是怎么样，可以骑脚踏车然后骑天体营在河边。我接一下，就说没有，我们罗马尼亚的黑海、只有100公里，我们罗马尼亚黑海边没有天体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需要特别划分天体营。好，我回来了，所以好，那这一段呢就是罗马就是那个多瑙河，它会天体营吗？好，就是因为我们家是住在北边这个区域叫 Upes， 然后这里也是有一条桥，那刚刚看的那一段影片就是我们常常会冬天的时候会去走那个用走的，因为冬天很冷，那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骑着脚踏车一直骑到那个三藤嘴，那中间那一段呢，那一段就有很多就是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你会看到夏天的时候有人在那边划独木舟，然后他那个独木舟你可以去租，然后也是很便宜就是其实不是很贵，但是好像听说我一直很想去试，但是我先生不让我去，他说我没有执照，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执照这样子，但是我很怀疑是因为他不想要我去，所以他说是不是有执照问题，但是我有一天一定会去试试看，然后再来就是他这个还有一个是那个中间经过的话，他也是经过很多森林区
它是那个欧盟保护的森林区，然后所以夏天很热的时候骑进那个森林区其实是很舒服的。那在那个森林的就是沿途呢就是一片很宽阔的那个绿地，然后有时候是在那个树后面呢可能就不小心就走入了天体，然后第一次看觉得蛮惊讶，不太敢看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先因为我现在是表演工作者，所以他有一次也是去天庭工作，那其他人都是没穿，就只有他穿的，他也习惯了，所以你有我也有，对不对？所以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只是第一次看到是有一点震撼这样，不过是蛮凉爽的就是了。那再来就是这个是多瑙河，那我们沿着多瑙河呢，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是多瑙河大弯道，因为这个可以跟苏菲老师的那个波兰那边串联在一起。那我们刚刚看到这里，我们回过头来看，这里有个大弯道，有没有看到？嗯，对，这个大弯道呢，从这边呢，其实这里是南方，这里是南方，然后这里是北方，然后这里是西方。那我们家是在这里，也是沿着大弯道，所以我们有时候是沿着河。那一开始这里有一个大弯道，有个三个景点，一个是 Saint Andre， 然后一直到这里的时候，这是 Vichagre， 然后 Vichagre 再到过来的话，这里有一个 Estragon， 那 Estragon 是当初匈牙利建国的时候，他们是建在这里，那后来他中间移动了好多次，就是建国的去移动了好多次，然后其中有一个是在这个 Vichagre 这个地方。那 Vichagre 呢，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在历史上跟波兰有关的，他们有一个叫做 Vichagre 的联盟或者是集团。当时呢，他们是要对抗那个哈布斯王朝，所以呢，波兰这个波兰还有当时波西尼亚，就是后来的捷克跟斯洛伐克，当时他们还没分裂的时候是波西尼亚，然后还有波兰，这三个国家在这边召开了一次高峰会。那很巧的是历史上又再一次的重逢，是为了要是在二次那个脱离苏联之后，他们也在这边再开了一次会。那因为后来他们捷克跟斯洛伐克分成两个国家，所以这个地方就1993年和平分手。对，1993年和平分手。和平分手，所以他们就是捷克跟斯洛伐克，变成说这个成员就变成四个，本来是三个，那因为分裂的关系就变成四个国家。好，那这也是跟波兰有关的。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跟匈牙利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其实很早就接触到东方。那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叫那个Benio Visky， 这个你看他的名字叫 Visky 的话，他就是波兰音，就是匈牙利人有些名字后面呢，他如果是 Visky， 那就是波兰音。像我先生的，我先生的柴可夫斯基，对，柴可夫斯基 Visky， 但是他匈牙利人如果说他名字有 Visky 的话，那很多都是荷兰的后裔。对，像我认识一个美国朋友叫 Kawaski， Kawaski， 对，我先生的外婆的妈妈，就是外曾祖母，他的名字也有一个什么什么 Ski， 所以我先生说他们其实有一点点波兰，他不是很正统的匈牙利人，其实匈牙利人就是很多的混血，所以你要找到很纯正的匈牙利人，我觉得蛮难的。除非说有一次我们去一个Sierfork， 这个是在那个巴拉顿湖一个小镇，然后当时我就看到类似像蒙古脸孔的，那我很好奇说，因为那时候刚来没多久，问我先说这里有住东方人，我先生说不是，那个是当地人，然后他说其实匈牙利有些地方他们如果比较保守比较封闭的地方，他们没有对外有一些联姻的话，那他们会比较接近像那个
蒙古血统，我不知道这是他说的，也是不负责的说法。黑海也有一些也有一些罗马尼亚人，他们长得很像蒙古人。到今天，到成吉思汗的生日，他们都还会庆祝。他们叫做达旦人 ，Tatar。达旦人 ，Tatar。那所以这个只能说比较封闭的一个小村落会看到。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Banyavsky， 他就是波兰裔，但是他是匈牙利的贵族。那他当时呢，他参加他在波兰呢，他参加那个对抗俄国的战争。那后来战争失败之后呢，他就被囚禁在西伯利亚。但是他为什么能逃出来呢？据说他好像是认识了那个俄国的一个总督的女儿，他可能是总督女儿的帮忙，然后所以他就越狱出来了，然后他就一路从那个斯堪加半岛一直出发，然后经过很多地方到了台湾。所以这是匈牙利跟台湾的一个历史一个串联的一个浪漫的怎么讲呢，就是一个美丽的浪漫的邂逅。也不完全很浪漫，就是他一上岸之后就遇到当时很多原住民。那其实很好玩的是说他回来，后来他辗转就回到欧洲，然后他一直有一个计划，就是匈牙利的台湾的一个殖民计划，然后他把这个计划跟那个奥地利的皇帝讲，然后当时的皇帝不理他，然后他又跑去英国跟英国国王讲，英国国王也不理他。后来那个法国路易十四吧，就好像就建议他改到那个什么跟台湾很像那个马达加斯加岛吧。所以最后，对，所以这个非洲旁边吧，非洲旁边马达加斯加。对对对。后来这个计划呢也是无疾而终，但是其实匈牙利人呢，他们很早期就跟东方文化有接触。那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这边的一个大学教那个艺术方面的，就是书法国画这方面的。然后他们的图书馆，我那时候进去也是蛮惊讶，就是他们几乎所有中国的古典文集，几乎全部那边找得到的都已经有匈牙利文版。对，所以蛮有趣的，陪他们对东方文化其实不陌生。那再来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匈牙利当然就是比如说上面叫猫头鹰，对，我的天哪，猫头鹰教堂，对，因为很多东西旅游书上有讲，所以我就是讲比较细一点的，就是我个人的兴趣，就是我觉得匈牙利人很特殊，就是他们对自然的观察非常的细腻。其实他们研究一个东西，如果他们不研究得以一研究就是非常的专。那我觉得有可能是跟他们的一个教育背景、成长背景有关，所以说他们很喜欢去观察自然。然后包括我先生的藏书里面，他有一系列一整套都是叫做那个自然的绘画，他包括那个绘画也是非常的精致。所以我们来谈谈他们的自然。那这个是一个匈牙利的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他叫那个Margo Vis。那他就是这一系的风格呢，他们把它叫做有机建筑。那什么叫有机建筑？其实你去那个西班牙那个什么那个高地，它也是，它就是这个有机建筑，就是模仿观察自然界的一些东西，然后把这些自然界包括植物、动物这些观察，把它融入到建筑里面。那匈牙利也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师，那他的作品其实很容易辨别，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景点的时候，你能看到这种很可爱的，对不对？很像猫头鹰的。那这个这里呢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 Silfo， 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在巴拉顿湖。巴拉顿湖就是一个很大的湖。湖，对，然后大的湖。夏天的时候。对，它就是这样，像是一个内海了，就是非常大，那火车一直跑跑跑，还是在
在那段就是很长很长的很大的一个湖。然后查了一下他上次那个李老师讲完之后我查了一下那个巴拉顿湖啊，长74公里，宽大概12到14公里，也很大。我是没有去想那个实际的数字，但是他刚刚自己好像有一个地图吧，我们把它我其实有机会我想去看一看那个地方，根本就是一个内陆海。对啊，然后他夏天的时候很多的西欧国家他们都会过来这边度假，所以巴拉顿湖那一区的那个房价是非常贵的。对，那有时候有时候那个冬天它那个温泉也是还是可以泡澡。对，嗯，这个所以猫头鹰在匈牙利的文化里面算是一个吉祥的咯，应该是像猫头鹰的象征吗？我问一下 Frank， What's the symbol of or bagoli? Yeah. Yeah. Lucky, unlucky. No, of your knowledge, but it's knowledge. Maybe European culture, but I'm not sure. Okay. Libraries. Okay. So 像猫头鹰，其实在他说有可能是象征那个知识。所以像那个图书馆啊什么的，就是有一些猫头鹰的那个。有啊，那个什么，那个小熊维尼百亩森林里面的那个很有学问的人就是猫头鹰。哦，对啊，所以好，是猫头鹰。那这样子不是只有是像匈牙利的象征吧？那可能猫头鹰在欧洲文化里面它是一个知识的象征。对，然后这猫头鹰在匈牙利其实，哎，我刚刚讲到这里，就是说德国其实。匈牙利也有一些德国的移民啊，这个建筑里面呢，你看到就是左边跟右边的建筑是完全是不同风格的哦。然后这是一个小镇，那在这个小镇里面呢，它有70%就是就是他们有很多族了，那这是他们其中一个当地的一族，然后还有一个是从德国移居过来的这一组。那所以因为二次大战之后很多这个德国的这一组呢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呢你会看到他们留下来就是这个是左边这个是德国风格的，然后右边是这个是那个塞克里的风格。好，那我现在就讲到那个猫头鹰，就是匈牙利的猫头鹰据说在欧洲有13种猫头鹰，几乎除了一个叫做胡须猫头鹰没有在台湾在匈牙利发现之外啊，其他12种几乎都可以在匈牙利的境内找到。那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是定居在这里，好像是有几种是季节性的迁移的，那有些是定居在这边的。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在20分钟左右的时间，好快哦。就是我想要就是如果可以，是不是老师们先也有一些什么小故事，就是刚才我们对这个你们当地的一些可能大概的风景啊一些人文一个基础的了解，那有没有一些你们在就是过去生活以后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在文化上面有一些比如说在节庆上或是在食物上或是其他方面有。来，我来那个我有一些照片我很想给大家看一下。那先那个食物的照片，食物的照片跟那个跟那个节庆的照片。罗马尼亚、哦、是一个人性啊、哦、文化始终来自于人性，所以他们也有正统。所以我找了一下那个罗马尼亚的先正上方你荧幕最正上方、oh, okay. 就会有个关掉。好 Stop. 我现在已经关掉对不对？我还没I am viewing Lee's screen. 我还在看那个好我自己你要滑到荧幕正上方，然后它会有你把你的画面切到最大，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那个我看到了你把它按 OK 好，现在是 OK
那我按一下 share screen 嘛，啊。对对对。OK， 好。share 哈，然后我再去我的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枕头这里看一下。OK， 好。罗马尼亚的复活节哈，我看一下熊镇，我的熊镇到哪里去了 ？OK， folk dance。罗马尼亚的克尔巴千山很多的棕熊，那这个棕熊你看到了没有？看到。那对，那个棕熊都是他们猎杀了之后把它的皮毛留下来，所以他们过年的时候有节庆的时候，这个熊镇就会出来。那他们是打大鼓，然后可能会有吹号，然后这个熊就会出来跳舞。我们舞龙舞狮，他们这里是舞熊啊。那有时候也会有羊这样，所以这是一个你找那个所谓的 bear dance， 或他们叫 urs。那我再讲一下这个 urs 这个字很有意思，除了熊之外，它也是一个罗马尼亚人的姓。所以罗马尼亚人的姓哦也有颜色，他们也有人姓白哦，叫 alb， 然后他们也有人姓熊叫 urs， 然后呢也有人姓狼叫 lup。所以就是说他们，我觉得说这个文化始终来自于人性。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喜欢跳土风舞，他们真的是就是唱歌喝酒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是唱歌通宵达旦，你看从以前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那现在大概是星期六他们晚上六点登记完之后呢开始吃喝跳舞，吃完之后跳，跳完之后吃，吃完之后跳，跳完之后吃，到隔天早上六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有创意的人。12小时这样子吗？十二小，以前大概是三天三夜啦，但是三天三夜，一天一夜。你看像刚刚那个 Sophie 老师讲说他们度假，罗马尼亚的制度是这样，任何工作只要是正式的工作你都有三个礼拜的 pay 的假。那如果你的工作是特别，像我一个朋友他是这个叫什么 X 光师，在医院工作，我每次路过他家打电话给他，我就跟他说那个 Petit 你在家吗？他说我在啊。我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休假。我说你为什么假这么多？他说因为我这个放射性的工作一年有60天到70天的几薪假。哇，所以这就是整个的社会制度不一样，所以他们很注重品质，有钱要度有钱的假，没钱也要度没有钱的假，这是一个生活的模式。例如说我之前有一个台湾大姐嫁给罗马尼亚，他们家开中餐馆，那我们很熟，每次他们喝酒的时候要叫计程车回去，你知道那个计程车司机会说什么吗？那个计程车司机会说，是老板要叫计程车还是员工要叫？那我们听了就很有趣了。我说那老板叫有什么差别，员工叫有什么差别？老板叫小费给的太少，员工叫小费给的很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就是他们在度假的时候你就是要好好的享受你的假期，所以你也要散播欢乐散播爱，所以你就是要花钱的时候就要把钱花出去。所以你看员工从饭馆离开的时候给的小费比老板多，这就是我们的观念不一样。还有欢乐墓园是怎么样？对，来，这是一个罗马尼亚很独特的，来，我这个哈，哇，对，这个是这个人哈，这个人叫做那个Stan Ivan Petras。他是1908年生1977年死，这个就在靠近乌克兰地方有一个叫萨杜马里，是一个小城。这里呢他是个木工，他就是死的时候有一点像墓志铭，有一点像张皮人物，但是有时候呢又很诙谐就叙述，就是说他有一个女婿就说，躺在这里长眠的是我的岳母，他如果再多活一分钟躺在这里的就是我，这样他就把他写在坟墓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景点，那像这个小女孩1995年到1998年她就是被车子不小心撞死的啊，他们哎，对，所以就是她的墓碑上都是有一个也许是她的死因，也许是她的一生，那就很漫画很 comic 的去记录她。那这个就是等于说这个墓园这样子吗？还是这是一个没有，这是一个小乡镇，他们那里的木工他从以前开始做，然后最后变成大家都，你看有没有，这里有好几都是有一些代表性的他的一生值得纪念的事，或者有时候说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或者是讲他的工作，有点像墓志铭啊，又很幽默。例如说那个女婿，他说你知道罗马尼亚一个词很好笑，他说你知道他们仙人掌他们说什么吗？叫做岳母的舌头啊。
他说永远带着刺、啊、你知道吗？哎，所以这就是 serpentine、哎、这里哈、哦、产酒，产烈酒。我把那个食物这里哈、哦、也跟那个啊啊，我这个食物这是食物这，你看这个就是他们哈、哦，大家都喜欢做观光彩。你看这个就是搭着 Vlatebesh， 它的肖像就是这样。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slim bolitsa， 大概是35度到40度左右的李子酒。啊，那他们这里的人最喜欢吃这一种 slalina， 其实就是猪油，猪的那个整块的油拿去熏。对，匈牙利也有。哎，对，所以很像嘛。因为我看那个，那这个呢，这是我在这里，这有点像关东煮，但是不是，他们叫做 sarmale。左边呢是腌的高丽菜包的菜卷，里面会加一些米，就有点像我们的关东煮。那右边这个呢是什么呢？是葡萄叶包的。那当然它的罗马尼亚范围很大，有时候有些甜、啊、有些咸、但它这个 sarmale 就是贵客来的时候才会吃、哦、那我是第一次知道葡萄叶也可以吃、哦、那这个其实我这个多长啊、哦、那这个、哦、罗马尼亚人有一个叫做农家菜或者叫做绿林好汉菜，海杜奇，就是罗宾汉这个劫富济贫躲在森林里面的道理。你看我要给大家看的是托盘，他们的肉类啦哈，这个是整块木头刻出来的托盘、嗯、那这里还有一道庶民美，就是我们叫做无衣裳，这个这叫 Mitch， 他不用长衣，但他是用羊肉跟牛肉不同的比例下去烤，他们通常是面包啤酒，有市集的地方就是很喜欢吃这个，他们很喜欢 吃这个东西叫 Mitch、啊、所以就是他没就是我不晓得中文怎么讲，但是我自己把它叫做无衣裳。对，它就是肉丸，但是它做成条状。肉条，嘿，对，但是其实比较像我们的香肠，但是它没有穿衣服。哦、那这个我问我儿子，我儿子跟我推荐罗马尼亚的名菜 Mamalig， Mamalig 要加 cheese 或者白 cheese， 其实就是玉米糊。那美国也有这道食物叫 cornbread， 这个是非常营养健康的粗粮。哦、中国就窝头了。哎，窝头是做成那个塔状的，但是窝头、哦、其实它有所谓的栗子面，其实它是用小米去做的，它不见得是用。我看到猪脚了 ，Oh my god！ 哎，对对，那这个匈牙利也有了，这个其实是拷贝自匈牙利，就是把这个 goulash、嗯、就是骰子牛肉放在面包里吃，那他们有时候熏肉跟豆子一起配，那你也可以要求鸡汤。哎、这个，那这一个呢，我说过，这个叫我最喜欢，我个人最喜欢的汤就是。纯属个人喜好了，如果你吃的不好就不要怪我。这叫牛肚汤、哦、他们叫那个 Churubo de Burta， 里面加 cream， 然后他们要配辣椒，生辣椒腌辣椒，然后配面包，这个脂肪热量非常高，但是非常的 chewy 有嚼感、哎、我很喜欢喝酸汤，他们有加那个米糠醋的叫做 Churubo， 就是酸汤，那没有加的、叫做 soup， 就是不酸的汤。好，那我要给你看虎鹤船长，这应该是德国猪脚，可是罗马尼亚有，就是腿裤。那下面这个就是焖出来的酸高丽菜。那他们这个罗马尼亚很经典的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我们叫卡口，但是大陆好像是说那个什么带饼的那个肉还是什么，忘记。我最近看一些西安的美食。那这个 Palinga 其实这个名字匈牙利，我听那个李老师讲也有。对。所以就说食物哈，像 Kebab。Kebab 其实土耳其也叫 Kebab， 然后我遇到一个苏丹人、嗯、他也叫 Kebab， 就是烤肉类他就叫 Kebab。 Kebab，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苏菲，等一下有要去上课吗？我等在一个小时，等一个小时。 okay, OK 好，没关系，我还是我现在已经在做饭了。 OK 好，先吃戳饼。复活节的彩蛋，你看到这个复活节的彩蛋你会想到什么？俄罗斯娃娃。太好，我看到这个彩蛋、哦、我会想到国剧花脸的脸谱、哎、其实很像，就是他们复活节、哦、还要到这个教堂里面去把拿蜡烛去把灯、哦、带回家，就好像说把光明引进家里，这是一个东正教的教堂，你看大家拿了蜡烛要在复活节那一天、把这个光明带回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宗教。那其他 国家也都就是这个东，这算是东正教？对、他们的复活节、天主教波兰的复活节跟我们差一周，他们有教历，我们有农民历，对不对？我们有农历，可是他们有教历，就是他们很多的
那像教历就会记载说，例如说玛利亚生日啊，罗马尼亚有两个名字，有两个生日，一个是你真正的生日，一个是你名字的生日。如果今天你叫 Andrei， 像我儿子他就从学校里面有一天拿了一大堆小女生送礼物给他，我说哇，你这么多人跟你告白，今天他说不是，今天是那个 Sven Andrei 的生日，那我儿子叫 Andrei 嘛，所以他们就有很多人也送他。其实这个在匈牙利也有，所以就是会有生日是什么意思？名字的生日，对，名字的生日，名字节啦，名字节，名字节。那哦，好特别，我第一次听到。那个上次有问到那个匈牙利的名字，它跟中文一样是姓在前的，所以波兰跟罗马尼亚是，我们在后面，但是在前面也可以。我们在后面，在前面也可以。那匈牙利是都是在前面的，对，姓在前，是在后，跟中，我们的名字的顺序是一样。那这有，比如说在取名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哦，有父子联名，就说对那个我知道那个我一个朋友叫 Tony， 你懂吗？那他的女儿就会变成 Tonita 还是什么？就是父子，我们。亚洲文化里面说你不可以跟长辈或者皇帝要避讳同名，对不对？他们这里没有，他们认为说生命是一个延续，所以他们要有时候，例如说，像 Tim， 他叫 Timson，他叫那个 Christy， 他叫 Christian。那怎么办呢？那是国王的话就一世、二世、三世。对对对，通常是长子，例如说他这个长子就是。家族比较大比较显赫，他就要变成一世二世，好像世世代代万寿无疆的传下去。例如说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也会取同样的名字，所以你有时候叫 Junior 嘛，为什么叫 Junior？ 因为他就是二世。或者是我好像知道那个像在葡萄牙的话，他们好像有些是冠母姓还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名字一长串的。因为他会重复，例如说有一个人叫做Maria。Garofiza Teodora， 你知道，因为他们的名字就这几个，不像我们中文的方块字可以自己凑字嘛，对不对？那他就重复自己，所以这一个文化现象是罗马尼亚的文凭上面一定会加入爸爸的名字，因为同名同姓的几率实在是太多，而且太高，所以他们法律规定罗马尼亚的毕业证书，高中以上，小学了，任何的毕业证书都要加入爸爸的名字，就是要有一个挂号。爸爸的名字放进去，不然的话一大堆玛利亚，然后玛利亚你说后面加一个卡梅利亚，玛利亚卡梅利亚什么一大堆。那他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第一个名字是大家公用的名字，中间的那个 middle name 是家里才用。我一个朋友叫 David， 我去他家，全家的人叫他 Costello， 我说奇怪 Costello 是谁，他说啊，那他的中间的名字叫 Costello， 我们家有大名跟小名啦，大名跟小名，不是大名小名，就是中间的那个名字。对，他意思就是在中国是这样的，叫乳名的样子，像乳名了，哎，就说叫二毛啊、大毛啊、三毛啊。台湾没有这个文化，在大陆是这样子的，在中国是这样，他也有大名跟小名。从小那个为了要养他大，或是家里叫的名字有个小名，叫一个他们就叫小名。然后所以他们去问孩子的时候，都有时候他们会问说，哎，你的大名是什么？所以大名其实是这样的，他有相对一个小名的。所以其实跟这个应该也是意思有点接近，就是对外是大名，对家是小名。对，因为他们其实会问啊，你去看他们上节目的时候访问孩子，哎，我的大名是什么？他不是我们也这样讲，尊姓大名嘛，我们人也尊姓大名。他只是告诉人家你用什么名字叫我，所以他不是说我的大名是什么，是一个骄傲或是一个什么。那你说巫术有没有？就说东方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怕人家拿你的生辰八字跟名字给你做人偶娃娃给你插针，所以他们对外都要取一个号别字，因为怕人家真正知道你的名字之后去给你算命，然后给你插针。像这样的名字的文化在那个波兰跟那个匈牙利也有类似吗？应该很类似啊，只是说他的命名其实也是跟有时候也是会跟宗教有关嘛，对。然后他们的名字应该都是圣经上的吧，就是因为有些是花，女生很多是花，像那个 Garofita 就是康乃馨，大家名字是固定，所以其实像如果说学生像一般的学生十几个我很快就记住，因为
都是从都是一样的，就是随便猜一猜，就是猜其他名很多，非常容易记住他们的名字。对，那姓的话我可能就记不太清楚。对，那我就会。匈牙利他们现在那个班上五个 Andrei 或是什么之类的、啊、对，有我儿子的班上就五个 Andrei， 所以他们老师就叫他 Andrew、嗯、叫他的英文，就是知道说这个是谁。像有时候我的英文叫 Tim 嘛，我有时候写完之后后面再加一个 H 才知道说，因为 Timothy 也很多 Tim 这个名字也是很多人都叫 Tim， 所以有时候分不清是哪个、我现在画面上这是罗马尼亚的吉普赛王，我去过他家，他跟我算是吃过饭的朋友。他太胖，所以最近死掉，去土耳其度假之后死掉。哦，该不会得了那个心血管了、啊？心血管的疾病，哦、太胖了。哦、他家哈、哦，吃的都蛮有的。他很有钱，他很有钱。然后，可是他的那个宾士车，哇，里面乱的跟那个被割草机割过一样。那就是他太太做过那个煎饼给我们吃。然后我去那边的时候故意问他们门口的小孩子，我说那个 Rage 在哪里，网在哪里，他就给我指里面。他们网有什么权利或者什么之类的？是一个，他有公众影响力。他其实是这样，是他爸爸是罗马尼亚人投票选出来的。那他说我们没有总统，我们有网，这样。那他跟我讲了一个罗马尼亚非常经典的笑话。我说、哎、奇怪，为什么、哦、你长得像阿拉伯人？你看他的眼睛，他眼睫毛好像那个少女漫画 眼睫毛很长，他叫丘巴弗罗林。那他跟我说，根据他们内部的资料，欧洲有16到18个长相跟支派风俗习惯不同的罗马尼亚人。那我说、啊、为什么你们，刚我遇到一个美国的犹太裔的学者在访问他，他说、啊、为什么你们长得不一样？他们都穿裙子。然后他就说，他讲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小孩叫 Yonit， 就是小勇子啊。我说小勇子哈、哦，乌鸦嘴说的话都会应验，这样，所以大家都很怕他。那有一天呢，小勇子就说明天呢12点爸爸会死掉，这样。结果他爸爸就很紧张，你知道吗？然后呢到处闪，然后家里人都很紧张。然后结果他说，大家就问他说，明天爸爸12点会死掉，明天爸爸12点会死掉。结果12点到了，哎，他爸爸没死。你知道吗、啊、大家就很高兴，第一次乌鸦嘴不灵验，结果对面的叔叔死掉了。所以他，我说解释，因为有些我在罗马尼亚看过金头发的吉普赛，他穿裙子哦，那个裙子花花绿绿的、我对吉普赛人想象就是被徐志摩的肥冷翠山居闲话误导的、做一个个自由的吉普散。其实吉普赛人其实很多都是做铁器还有扒手，这样。我曾经在德国，我在莱比锡看到一个吉普赛人在路边乞讨，我二话不说过去直接问他说，用罗马尼亚问他你从哪里来、嗯、他马上站起来跟我鞠躬说，阁下你好，我从罗马尼亚哪里来，这样。就是他们，因为罗马尼亚人其实很多吉普赛人西欧啦，就是有些人说是都从罗马尼亚来，其实 不太完全，但是罗马尼亚有非常大，甚至欧洲最多的吉普赛人口，这是真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尼亚气候温和，对他们来讲容易取暖，容易保暖。那再来就是说，罗马尼亚人比较我实际的说，他们也歧视他们，可是他们比较温和，不会杀他们。所以其实在罗马尼亚吉普赛也许会偷会骗，但是基本上不会伤人命，这是，所以我也比较那个卡住了 ，team 卡住了，嗯，更害人的命。哎，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环境很 tough， 所以他要这样子才可以活下去。嗯，好，各位老师，我们又到了已经7点，不对，我的时间7:42，所以就是其实应该还是会有很多故事的。那我们先给各位老师，那个苏菲有没有补充一个什么的？我们差不多就是在各自分享一点，然后哦，那我就很快的讲一下饮食方面好了，好吗？对呀、啊，你还有一个社团是，请说，我们帮苏菲老师。他有一个波兰做波兰菜的社团，
对，我可以那个 screen share 吗？可以可以，我把那个按掉，我把它按掉。好，那我要非常快。那我只是想说，刚才讲那个文化差异嘛，那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台湾的话都是上班族，根本不会坐班，然后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我都从来在家里都没有做过嘛，然后后来、就是、我同意啊，我也不会做饭啊。你要拉到最上面，你要拉到最上面关掉，拉到最上面。对，然后然后我没有关掉吗？我没有关掉吗？要拉到正上方有一个 stop sharing。他说，可是他是 new sharing， 我如果按下去就 new sharing 了呢？没有，你要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关掉，你要关掉。Okay 啊、我来把它关掉，对不起哈，对不起。Wait for me, wait for me。不然其实苏菲你直接拉，应该你就。关掉它了。好，我直接拉它、哦。对不起、哦、我不这个软体我真的 不太熟。好，没关系。那我是讲说我这为什么会在脸书上开一个破蓝菜随便做？那我现在有在开 YouTube 的视频，因为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真的不认识当地的食材，所以吃的就是都随便乱做。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我就想说，哎，我现在已经在这边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就开这个视频，然后帮助。后来来的人认识一些就是认识破兰的食材。我记得我当初在煮鸡汤的时候，我刚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有海运，我就是运了好多好多的米酒，那时候是15公斤从台湾运到破兰的话是1000块台币，那现在已经没有了。那后来我的米酒终于用完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煮那个鸡汤。后来我先生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是分开住的，因为我那时候去另外一个城市 念那个语言学校破兰语，他周末的时候来 他也吃我台湾式的鸡汤，也没有觉得很奇怪。我说哎，怎么办，我真的不会煮。后来他才告诉我说你可以用什么什么煮鸡汤，然后后来我就是慢慢的摸索。第一个就是亚洲的食材我这边也是非常的难拿到，然后我也不想去为了，因为 我对饮食方面有洁癖，就是我觉得亚洲的食材有时候说加太多的那个调味料，所以我就是去慢慢的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学，等我一下哦。好，那我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有一只仓鼠啊。哦，对啊，可是我不是要给你们看这个，看到了吗？可丽饼。哦、OK， 所以我就是开始就是看，我甚至开始。蓝莓水饺。对，我就介绍一下波兰的食物哦。然后波兰其实最多因为天气比较寒冷，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汤，那一切都是有鸡汤为那个就是为底，然后就是有这些东西，这些有材料包、塑料调料包，然后你就全部丢下去煮就对了。然后还有番茄汤、酸黄瓜汤这些汤类，就是稍微给大家看一下。OK， 只要你看得到的蔬菜，其实你都可以做成汤这样子。然后而且都有天然的嘛，甜菜根嘛，你这红色的是甜菜根嘛，对不对？对对对对，我蛮喜欢波兰菜的原因是因为真的就是天然的，就是你就是真正的食材下去。当然，因为我不会做中式的要掐很多料嘛，所以你没有一个好的酱油，你没有一个豆瓣酱，你可能有的就做不起来。然后后来的话就真的都是一些就是天然的食材下去弄的，就给大家、我上次你右边那个东西就是你上次介绍的蓝莓水饺、对，我们波兰的水饺很特别，我不知道应该是中东欧的斯拉夫，我们里面的馅都是全部都是煮熟的，然后可以吃甜的，也可以吃咸。他们这里有那个起司水饺，我就不太敢吃。其实你真的吃了很久，你真的就是坐在这里，其实我觉得你叫我一餐吃甜的水饺，我可以哎。对，然后就是有一些就跟大家讲一下一些突然这边的。你刚才做了一个视频吗？教的就是有一个地方那个有点像那个，你往前。哪一个？你是做了一个视频教大家做那个面疙瘩之类的，长得像。哦，这边没有，这个那个面疙瘩的那个东西比较是家常菜，对。右边这个是什么东西？你那天你又跑走了，刚才那个这个右边这个对不对？这边是用马铃薯吧？马铃薯加上面粉，还有鸡蛋下马铃薯泥，不是，对不起，这是马铃薯块吧？马铃薯加上那个马铃薯粉下去做的，
一个叫做面团子，因为也算是面疙瘩下去，就是你隔一天，你如果马铃薯煮太多的话，你就是拿这个叫做马铃薯泥，再加上那个，对，这个我会教大家怎么做，对。我上次对你讲对了，这个就是我上次教大家做的，对对对对，对不起，我看错了，你讲对了。波兰人就是吃马铃薯蛮多的，对，我刚才讲的是罗马尼亚都是吃面包，我刚才讲的是这一道菜，对你讲对了，没错没错。所以就是、他们有时候马铃薯就是主菜，没有面包，所以我们罗马尼亚人去吃那一餐之后，还要跟那个厨房要说你们面包在哪里。对对，所以所以就跟大家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样看起来很想吃，所以跟大家那个不苏菲有一个旅游的 face 那个专业。对，他应该快要拿到正式的导游执照了，就苏菲大妈游波兰。正在努力当中，事实上在波兰是不需要导游执照的，但是我还是去上了课。你已经有首发团了嘛？你已经有首发团了嘛？对不对？对，我去年就有团了。那我们今年的团很可惜，就因为这个疫情，我们今年的团其实也都成了，那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就是有疫情就办不了，就这样子。这个文成公主崩在国家了，文化的传播都是文成公主。像那个李老师，他在要自助旅行的，可以去住那个李老师他们在波兰。啊、不是，他们在匈牙利的民宿，那里有一个匈牙利19号公寓，那个网页是他的，他呢就是老板。我们依莹要不要来总结一下？我们剩最后十分钟吧，我们要还有十分钟吗？我很快的，因为其实大家应该也都撑蛮久的，我觉得那个还有人继续撑下来，我觉得很不容易。哦，还有两位，对，所以我很想给他们鼓掌一下。上也有十几个人在看嘛，给大家看一下葱油饼。啊、OK， 葱油饼，现在先小吃一下。直播吃播，等一下上、对，好，对，你说他经营一个民宿啦，对对，然后那我可以讲吗？可以啊，好，想吃好好，那我这样分享一下画面好了，我现在分享一下画面。好，那我。只是快速的讲一下啊、我这边的是，因为我们原本的那个，我、刚刚讲到就是我们原本的校区是在那个，这个桥这边，不是，这个是匈牙利哦，这里，对，这里你一直过来的时候有一个叫白桥，就是伊丽莎白桥，然后中央市场，然后在中央市场附近再过来的一座桥。那个桥，我们之前的那个学校的校舍是在那里。那后来因为中文学校的校舍吗？对对对。那后来因为它那个是黄金地段，那因为本来是只有周末，那我们谈的价钱比较低。那后来因为说后来也有很多商办也要进来，所以他一下子把价钱提得很高，所以后来我们学校就迁到英雄广场附近，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一间是19号公寓，是就是之前的有老师来的时候，就是住在，我们就招待他住在那里。然后我们有一些很多去年办了很多活动，然后有请台湾的一些很不错的老师啊，或者是一些艺术家。我们有一个网站，就是那个玉山。中文学校就是，对，我这边呢，你们如果打那个玉山中文学校是不是会出来？好，对，就匈牙利的玉山中文学校。中文学校。对对对，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的那个我们之前有跟奥地利中文学校一些交流，可是这样打竟然没有直接出现，那我如果打匈牙利，不好意思，对，然后这里有一些。还是没有哦，这里哦。那我们目前网站已经在更新了，那也今年也跟那个台湾有一些合作，我们会把就是有一些夏令营的交流，但是很可惜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没有办法？大家可能就是直接在 Facebook 上搜索的关键字就是玉山中文学校嘛，哈。对对对，应该就是在你用英文打好了，就是 J Mountain Mandarin School， 那就会到我们的学校。那如果说老师们有兴趣的话，如果说
有一些不错的想法，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合作，然后就是我们的学校，新的学校校区在英雄广场附近，然后我们有一些预留给老师的房间，对，然后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住宿这样。所以上次那个李老师就有泼出来那个打工换宿嘛，就去带去上课，然后这个顺便住在布达佩斯一个月。就是像安娜老师，她之前也有来，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请一个澳洲老师，然后还有一个是哪一国的老师？哦，刚好是在那个台湾的华裔老师，他刚好是到奥地利，然后他来的时候，我们刚好也有一些活动，那他也很热心去支援我们一些活动，对，所以这是19号公寓，然后。另外一个这是那个玉山洞学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19号公寓，这是分开的。公寓的话就是民宿。如果说你们有兴趣来匈牙利玩的话，那可以跟我联络这样子。对，顺便打一下广告。所以它是多才多艺多角经营的，多才多艺兼房东。不是，因为我们是。大家都知道华语教学很不容易，所以我之前是用房租去养那个校地，对，就是那个租金去付那个，然后后来也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你要看人家脸色嘛，那人家说涨一下子涨到10倍，那你要不要接受？所以你现在买地自建吗？现在这个是自己的，所以就也不用怕人家去干预，对。OK 。所以真的是做大，在匈牙利做大，也没有做大，是没有做大，就是说，我是觉得说，最近我们就是需要就是慢慢的去培养我们自己的老师，所以，如果说你就是有一些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但是我要先讲，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提供那个工作证，对，所以如果说是比如说短期交流或是什么的，或是有一些计划，那其实是可以来。那个匈牙利已经是申根国家，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去匈牙利呢，去打工换宿3个月，再来罗马尼亚住3个月，因为它申根区跟非申根区是分开的，所以6个月里面你可以住3个月这样。那你6个月之后再回。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快到期吧，然后他可以在申根又多住3个月，对，但是他要出去再进来吧。广告一下，就是去波兰，到时候等这个明年啦，我看得到明年了。就是波兰可以跟那个苏菲抱团，他的那个团好那个是很高评价的。然后对，然后呢可以到罗马尼亚，就是这3个国，其实你们串一个吧哈，你们其实是可以串起来串一个吧，都在隔壁这样子安排一个3国的，可能还说不定再加上那个。克罗埃西亚，因为我老师去看那个，我看他分享克罗埃西亚也是非常漂亮，16湖很漂亮，克罗埃西亚很漂亮，诺维西亚也是，如果可以。其实你我有2个东门国小的老师都单身50岁女老师，我是觉得你如果可以找一个旅伴哈，可以节省不少的住宿费用，住宿费用就可以减半，不一定是说为了人身安全。那他们两个来罗马尼亚啊自助旅行。玩了40天还没有玩完，这样，所以那个光罗马尼亚，对，光罗马尼亚，因为他有来我家借住嘛，就借住前3天，然后他们的行程叫我帮他看一下，我说这里可以去，要怎么去，稍微跟他讲一下。所以过了3天之后，他过了1个月之后，他们又回来这样。他们真是很，因为没有家累，也没有小孩，我说你们的嫁妆都花光了在旅游上，他说对的。我澳门有同事，他跟我妈同年的，对，就是他前几年退休之后也是云游全世界，真的是全世界，我觉得其实这样挺好。他也没小孩，所以有机会你们协同一个行程也是挺好的。布达佩斯可以住在那个李老师的他们的19号公寓，然后其他行程再串一个起来哦，挺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谢谢三位老师分享，谢谢愿意留下来还支持他们。那个路上其实
十几位其实一直都有十几个人在。那个要看回放了。Okay, 那个黑妹老师，我这里哈有一个罗马尼亚旅游局拍的一个短片五十秒，好啊，我可以放给大家吗？因为它有音乐有配景，就是动态的，不是只有照片了，就是会动这样，所以我用一下 share screen 放给大家，这算彩蛋了啊！我按一下 share screen， 去把这个放给大家看看，就是说你们可以有一些动态的了解，因为我觉得拍的蛮好的，我在这边。吃他们的罗马尼亚水，吃他们的罗马尼亚的妈妈利20年，出来混的都要还嘛，给他们回报一下。啊我看一下，哎，怎么我的那个 Google， 我的 Facebook 不见了？我刚刚已经现在看的就是你的 Facebook 哎，真的吗？那我为什么自己看不到？我看一下啊，他就点下去就可以。我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网络上有点问题？是不是可以给大家这个 link， 然后在那个，欸，其实也可以， 我想办法把它，对，把它就给大家这个 link， 直接给 link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对，那对，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那个，也可以了，也可以，也可以，因为我想说那个波兰也有，我放一个 link 给大家。对，好，啊，我们这边有，我们这边也有，因为我觉得他游观光对拍的很好，这个因为我现在哈，就说他这个脸书的演算法非常的厉害，就是你只要有按那个，有按那个，能把那个，他就会把相关的又塞到你的那个。对，你们现在你现在一直给我们看你所有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把那个链接放在我们直播留言区。OK， 好，我把它 link 上去好了。我这个电脑卡住了，有一点有一点。对对对，你现在这样子不太好，你的东西。对对对。你要不要把它就按掉这样子？那个我按掉了，我把它按掉了，我把它按掉，我把那个脸书的画面按掉了，应该是。对对对，就是你们把那个你们的专业可以放在那个留言区下面。好，我把那个 link 放在留言区那里哈。就是社团里面有个直播留言区，或是我的首页有个直播留言区。OK。对。我家的猫咪起床了，起床了，睡到现在了，早上起来又跑去睡。好，那所以你们可以把你们今天介绍的那个你们的脸书专业或是中文学校的那个首页也放在留言区这样子。然后今天再次谢谢大家，刚好两个小时。哦哦。谢谢黑妹。OK， 好，早上一直。各位老师，希望下次有缘空中再会。我们肯定可以面对面。太太，我已经勾搭上了。好 ，OK， 来这里。我跟太太是同一个。对。好，那就先预告一下，下周的是那个我们学前焦虑的第一场。学前焦虑我们会安排多几场，如果约得到人，然后目前约到三场了，对，所以大家期待吧。然后还有就是目前我手上邀请到的应该已经可以排到七月了，看六月也满了，对，五月六月应该就满了，所以谢谢愿意就是文化论坛的第一场就是三位老师，谢谢你们开这场，所以我们后面会有非洲的，还会有其他的老师会来跟我们分享，所以谢谢三位老师陪我们吃第一个螃蟹。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再见，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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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喽，拜拜，拜拜。